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南太平洋上绝美环礁众多，除了之前介绍过的 Tetiaroa Atoll 和 Anuanurunga Atoll 外，今天再分享一座法属波利尼西亚的美丽环礁 Nengo Nengo Atoll。 Nengo Nengo Atoll 是法属波利尼西亚土阿莫土群岛的一个环礁，它距离最近的 Ravahare Atoll 东南54公里， Hau Atoll 西南约100公里，塔西提岛以东约775公里。环礁东面有一条由法国民航批准的1400米长的私人飞机跑道，可延伸到2000米。从塔西提岛乘坐私人飞机只需2小时便可到达该环礁。 Nengo Nengo Atoll 是一个未被破坏的中型环礁，陆地面积约9平方公里，内部泄湖面积约67平方公里，水深60米，北面有一条狭窄的通道可以进入泄湖。这个环礁由许多大小不一的岛屿组成，岛上热带植被覆盖，白色沙滩绵延数里。这里不仅拥有惊人的鱼类密度，而且在过去的20年里还被用作大溪地黑珍珠的繁殖地。岛上建设了基础设施，目前用于珍珠养殖作业，可容纳大约80名工人。新业主可以同时扩大该地点的水产养殖业务，并开展其他新项目开发，例如生态度假村或私人度假胜地。现有的酒店度假村开发项目计划在岛屿的不同方位根据地形特点建设平房及独立别墅，并在北部建设一个18栋的高尔夫球场。环礁西南部将建立一个科学中心，旨在确保对波利尼西亚神圣图腾动物海龟的保护和监测。此外，该项目还包含一个投资海上珍珠特许权的珍珠养殖计划。你完全可以在这座独特的环礁孕育一个生态旅游项目，并创造一个可持续旅游的开发范例。 Nengo Nengo Atoll 完全远离后疫情和当前战争局势的影响，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个可供购买的私人环礁之一。该环礁拥有在波利尼西亚少见的清晰完整的产权证书，且波利尼西亚政府非常欢迎外国投资者进行投资。感兴趣的话，欢迎私信咨询。我们下期见。